夫君，我发现你也是个口是心非的，嘴上嫌弃着婉婉，心里还是挺稀罕的，那么早就给他请封了世子。阿瑶，这不是我给婉婉请封的。不是你还能有谁？他总不能说自己忙着跟儿子争宠，在圣旨下来之前都还没想起这回事吧？真不是我，我准备过段时间再给婉婉请封的，没想到皇上就直接下旨册封了。那是皇上圣恩，皇上先前问我婉婉的大名是什么，我也没多想，今日才明白过来。夫君，我发现在同一件事情上，受皇上重用和不受皇上待见的区别真不是一般的大呀。啊，当年我祖父去世，父亲继承爵位，要给三弟请封世子，册封世子的圣旨迟迟未下来，为此孙氏还着急过。而你受皇上重用，我们家婉婉的世子都不必你上奏请封，圣旨就下来了。那这小子沾了我的光，作为侯府世子，将来要撑起整个侯府，他得早早学会独立，今晚自己睡吧。啊，反正有奶娘看着他，阿瑶不必担心，他跟我们睡，等饿醒了还得把他交给奶娘，这多麻烦呀。可是堂堂侯府继承人，就得从小培养他独立，不然等他长大了没出息，还整天粘着父母，跟没断奶似的，我以后怎么放心把侯府交到他手里啊。乍一听孟锦瑶还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。把世子带下去。是侯爷。夫君，这还没到就寝时间，等会婉婉就醒来了，我还想抱着她玩一会儿，顺便打发一下时间的，你怎么让乳母把她抱走了？哎呦，你夫君那么大个人站在这儿，若是无聊抱你夫君不行，非得抱顾秀恒啊。夫君，我倒是想抱你，可我抱不动你啊。这有何难，为夫抱阿瑶也是一样的。你又吃孩子的醋啊，感情你方才是在胡说八道，就是不想婉婉今晚继续跟我们睡。嗯，阿瑶明白就好，以后呢可要一碗水端平。婉婉哪有夫君重要，我可以不跟婉婉一起睡，若是夫君没睡在我身边，我会睡不着觉的。为夫习惯你在身边，多个人睡在我们中间，为夫也会睡不着的。好好好，我们今晚不带顾秀恒睡，今晚就我们睡。就今晚，明晚不是？明晚我们也不带他睡，他都满月了，该学会独立才对。夫君之前不是说等我出了月子带我到庄子上玩，等你休沐我们就去，把顾秀恒留在家里。夫君，婉婉已经满月了。为夫不急，我们来日方长。那也是，天还没黑。你夫君何时管过天黑没黑？傻姑娘，你虽然出了月子，但身子还没完全养好，再休养一些时日。是日，晴空万里，阳光和煦。顾景熙站在大门口，抱着儿子，眼神幽怨地看着他上了马车。原本想着带他到庄子上玩的，没想到被齐墨白的外甥女给捷足先登了。夫君，这里风大，你跟婉婉先回去吧，我会早点回来的。别人是重色轻友，阿瑶刚好相反。夫君，如今日头正猛，你跟婉婉先回去吧，仔细别晒伤了脸。幸好你是女子，不然就你这口才，媳妇都不知道跑回娘家多少回了。我跟婉婉先回去了，你早点回来，不然顾婉婉想你。婉婉那么小，哪里知道想母亲，也就只有婉婉她父亲会想自己。